易安公司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合作，设立易安教育学院，开办护理荣誉理学士学位课程。首批50名学生已经在上个月19号开始上课。由易安公司独资子公司同伦敦国王学院合办的学位课程，修读期为2年，以部分时间制进行。这也是伦敦国王学院在英国以外开办的首个护理学士课程，也是本地第一个提供老年人护理和临终护理选修课的课程。当潮州大厦的翻新和扩建工程预计在2021年完工之后，易安教育学院将搬回位于登陆97号的潮州大厦当中。另外，易安公司也宣布将保留潮州大厦的外观，并且在大厦的后方新建一座大楼，超过80%的空间将用作社区活动用途。去年6月，易安公司以翻新和扩建为由，曾要求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另一潮人机构潮州八义会馆搬离潮州大厦。潮州八义会馆的去留决定至今仍然悬而未决。